最早我就讲到过，就地产不举，信用不宽啊，这个是我应该说是我最早提出的，就是看到了这个地产啊周期在这一轮周期中的破灭和变化啊，因为地产是信用扩张的一个重要工具啊，它不是一个货币蓄水池，它是一个货币的放大器啊，如果这个货币的放大器它啊出问题的话啊，那整体来讲整个的信用扩张呢就会大打折扣啊，会差很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本轮周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量啊，就是房地产这块。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啊，看一下数据。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商品房的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啊，大家可以看到商品房的这个销售面积呢是 11.17 亿平米啊，17亿平米。这个已经回到什么时候呢？回到2012年的水平啊，大家可以看到2012年是当时 11.13 亿平米，对吧？那金额销售金额呢是 11.66 万亿啊，那这个呢是回到了2016年的一个水平，2016年的水平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之所以啊，就是销售面积回到2012年啊，但是销售金额没有回到2012年，什么原因？是因为房价还没怎么下跌，对吧？就全国范围内房价可能跌了10几20二三十，但是呢总体来讲跌的并不多。那每平米的销售均价啊，全国来讲呢基本还是在10000元左右啊，10000元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你看到的啊，现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一直来讲，就是说从21年恒大暴雷以后啊，到23年基本是房价的一个隐性下跌阶段啊，那24年呢我们可能会啊，来到一个房价的一个显性下跌阶段啊，所以说这是房地产啊，房地产的一个现状，就是还依然可能还没有完全企稳啊，还是有这种下行的一种压力。那我之前也讲过，就说啊，不管是啊房价也好啊，还是房地产销售面积也好啊，很有可能呢它会啊退回到涨价去库存之前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涨价去库存以后怎么上去啊，然后就怎么下来。很有可能是这么样一种路径啊，因为但凡是很多的这种泡沫啊，就是这种指数型的这种上涨，基本来讲怎么上去呢，它很容易就是怎么下来，就跟这个股市的这个大的泡沫是一样的啊。那具体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70个大中城市啊住宅价格的走势变动，那这个也给大家之前老讲啊，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的二手房的环比下跌的这个数量呢又来到了70个城市啊，那新房呢是62个啊，基本又达到了一个极限值。那上一次周期呢是在涨价去库存之前啊，当时是2014年9月份达到的啊，二手房全部下跌70个城市啊，之后呢开始有所下降。那真正的转折点呢就是2015年的2月啊，当时的深圳楼市啊开始一骑绝尘开始上涨啊，然后后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新房和二手房这个下跌的数量就开始迅速的就下降啊，就下来了啊。所以说这是就是说等于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走到了一个什么节点呢，几乎走到了一个跟这个涨价去库存2014年9月份啊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啊。如果大家对2014年的楼市还有印象的话啊，或者有感触的话，应该能知道啊，那个时候楼市是多么冰点的一个状况，对吧？非常的冰点，2014年的整个下半年是楼市价格的一个重要底部和低点啊，就涨价去库存的一个低点，非常低，当时深圳的均价只有20000左右不到啊，非常便宜。那我们现在啊来到这个70个大中城市下跌以后呢啊，那我的判断就是说在这个状态里面呢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啊，你可能短期内啊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你很难看到啊这个环比下跌城市的一个显著下降啊，可能就维持在70个啊，甚至新房可能后面从62个也会到啊这个68个69个70个左右，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正好也是房地产风险啊释放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房屋的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屋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啊，自恒大暴雷以后呢已经这个红色的柱子啊已经跌回到2007年的水平啊，就是9亿平米啊，之前高峰的都是20亿平米以上，现在跌回到9亿平米，也就是说腰斩了啊，腰斩都不止，对吧？那房屋竣工面积呢基本还可以啊，维持在9亿10亿平米，主要是因为保交楼啊在强力的支撑啊，保交楼。那我们如果再看一下这个房屋的施工面积，你可以看到呢基本是从高峰的70亿平米，2021年是最高峰，现在回落到58亿平米啊，这个回落主要是跟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啊导致的回落啊导致的回落。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我们这个领域主要是保交楼啊，主要是防止烂尾啊，防止烂尾，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施工面积啊还在就是施工过程中啊，现在还有58、59亿平米啊，所以说这么多的房子主要是一个保交楼的这个一个压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